哥妹妹有意思。嗯，这样错了吧？没错啊，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也不是真的不要关心，也不是真的不曾介意，可骗我也不是真的拒绝这一切，只留下自己。也不是全都不离不弃，也不是真的无从继续，可每一次我的试着坚强都成了不得已的哭泣。 I'm screaming, I am losing all of itTrying to be mature someday, but till now we've still been. I'm bearing, I am losing all of it. I'm trying to go on this path, but I say I haven't got a chance.想尽办法任性，而你懂不懂，我懂不懂，其实我心底都珍惜。也不是全都不离不弃，也不是硬要点饭疏离，可每一次我的试着靠近都成了你看见的抗议。I'm screaming, I am losing all of it. I'm trying to be perfect someday, but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2363995，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有承载了什么青春回忆呢？刚刚我们的大来宾严正兰就说，这个张悬是他第这张专辑非常非常喜欢，嗯，然后也是他第一次去看 Livehouse。也是因为张悬，就算现在改名叫了安普，我就是喜欢叫他张悬，我还是习惯了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你还有什么青春歌曲会让你想到某一个时期的自己吗？02236399555。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？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。有谁和我一样，等不到他的身？
也说你想改变。爱的人不用道歉。好难哦，真难唱的一首歌。022363995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有什么样的歌曲会让你想起你的青春故事呢？飞碟你好。嗨，你好。你是？我要点我的青春之歌。你是谁？我是小许。小许的青春之歌是？想一下哈，蛮多青春之歌的，我想一个特别的。啊，你打电话进来之前没有先想好啊？你太快接了。李圣杰的。李圣杰的。听我爱你。那有什么青春故事呢？青春故事啊。以前，是很痛苦，是不是？有一点。哈？蛮痛苦的。
欸，就这样啊。可是没有故事是没有办法播放的哟。OK， 以前我很喜欢的女孩子很喜欢这一首歌，然后最后你没有跟她在一起。嗯，没有。那你喜欢她多久？30年。30年？对。请问您今年几岁？今年要40了。所以从十几岁爱她到现在啊？对啊。你现在还爱着她啊？当然。那你结婚了吗？哎，结了也离了。结婚也离婚了。那他呢？现在这个你喜欢的女生呢？不知道哎，就不知道在哪里。你们中间都没有任何联络吗？嗯，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还爱着他？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因为就是会想起，就是都会想，都会一直去想。所以那不是单纯的想念，是有很浓烈的爱在里面的想念。对对，马力非常强。没有，我是一个疑问在问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如果有一天他出现在你面前，嗯，然后说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会毫不犹豫的跟他在一起？会啊。哦。但你也没有想说要找他或干嘛的。嗯，找不到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想过要找，但有点，嗯，就我比较看缘分，所以在路上有巧遇就有缘，没遇到就算了。对对对对 对, 對，好的，可能他也在听呢、啊，搞不好他听到了，他自己就来找。啊，最好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叫小许的，你想太多了吧？他有你的联络方式吗？已经换了。对啊，好了好了，等一下要帮你播歌，拜拜。OK， 谢谢啊，拜。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在守秩序，面对分离撞击，我为你淋上遍体，脸上有痕迹，爱的残忍太清晰，眼泪是两行脚印。我沉默不语，像个落单的士兵，让朋友靠近，把生活围成禁区，穿戴一号风衣，好让伤口有空隙，陪我一起呼吸，陪着我一起等你，看海浪为谁唱可惜，看沙漠为谁在是唯一生命的主题，一句我爱你还在城市里回忆，哭得好用力，你是否也正在听我听我爱你，
欢迎你打电话进来，让我们爱你。0223639955，哥哥妹妹有意思。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。嗨嗨，你好啊。嗨嗨，马克玛丽。嗨，你是？我是蓝凤凰。蓝凤凰。蓝凤凰，红凤凰，粉红凤凰，红粉凤凰。你们上次也是这样，怎么那么没梗啊？蓝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，红粉凤凰。蓝凤凰，你要点什么歌？我要点医生的防不胜防。防不胜防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？2005年的时候，第一次去红勘看医生的演唱会。哼。然后今年他12月会再开另外一场，就是今年的没有办法去看，就有点遗憾。然后他的这首歌是那个演唱会里面最棒的。最棒的，其他歌都是垃圾，就这首歌好听。没有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首歌最赞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披荆斩棘，如果有第三季，他如果去的话，你们会想选他吗？如果你们可以选他的话，你说如果陈奕迅去披荆斩棘哦？对啊。那还需要比吗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这一场秀。我知道说，请问第三季有哪个哥哥啊？啊，陈奕迅啊，对不起，我有事。我有，不会想要挑战吗？每个哥哥各有不同啊。对啊，当然可以跟他合作，应该也是蛮爽的啦。嗯，但你可以想象他应该一定都一直在第一名吧？喜好度应该那如果陈奕迅又有张学友呢？我靠！哇塞！黎明、刘德华四大天王哥哥都进去了。哇，你后面加那两可能就。如果是陈奕迅的话，因为陈奕迅他的舞台表演太疯狂了，所以我觉得他甚至会超越张学友。我自己感觉。可是看过张学友的演唱会会很震惊哎。蓝凤凰，你觉得是怎样？来，你评评理，你评评理。没有，我觉得Eason他就是不适合成团的人。哦，是哦，他没有办法成团，他适合一个人是不是？对，他没办法跟别人要配合他就要。很难追到，那他要配合别人，又要拉低自己的那个拉低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一些。所以你也没有一个梦幻名单，你想看到陈奕迅跟谁成团？哇，我觉得如果陈奕迅跟那个跟他有唱过，跟那个谁唱左右为难，那个是谁？梁汉文哦，梁汉文不是左右为不是左右为难是郑中基跟张学友啊。对，郑中基你要跟陈奕迅，你要郑中基加陈奕迅，对，其他都随便都可以。哇，你对这两个情有独钟，这样还不错。好啦，我随便讲。你怎么现在好像有种就是幻想结束了？要做梦梦完啦，你要回到现实啦。OK。而且马克玛丽，我还想问，为什么的玛丽不用那种书店，网络书店可以贩卖的？为什么要？我想买，可是现在也没办法。现在还是可以买啊！现在可以买，已经倒数了、啊，快没办法买了。好，对啊，我知道。那你现在结束就是真的要马上去买，因为它真的在倒数了，它要关门了。好，因为网络书店那种你知道，平台抽非常凶啊。是，清点叫万岁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去买，再见。拜拜。凤凰再见。在你的唱机放低唱片是我。就是出版业的平台，然后我那天也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有时候特价或是发折价券，背后其实是逼出版社吃下去，哎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特惠喽，我没有告诉你，反正我们现在要特惠，你这本书啊，原本大家要卖79折啊，我们现在要72折，算了，72折还是有点高，5折，我65折，啊那个差价你付啊，可以这样吗？我觉得很夸张哎。这个平台很夸张哎，就平台当你做起来以后，那如果你就这么昂起来，那如果你坚持就是你，我书就是要65折卖啊，然后我就跟你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库存了，我不出零本给你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就是我的反制嘛。对啊，你的反制啊，你未来还要不要出书嘛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出。对啊，你好好跪下吧。也许这刻你仍然想未发觉，家中有这一个方向，即使
暗中一起分享过首歌。从你的套房带走被单是我，你睡过的这封信给我，在你抽屉中放低戒指是我，你就算知也不会想是02-236-3995，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？嗨嗨，你好，喂，恭维啊！我用错耳机了吗？嗨，这是有 mute 掉的功能吗 ？Hello， 拜拜喽！居然忘记什么？居然忘记了郭富城啊！就来做梦一下，如果找《披荆斩棘三》的哥哥们，想要谁？我觉得四大天王有点难、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些人在同一个组很麻烦。我重点会太多哎、欸。哦，他们可能应该会各自有各自的部落吧。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会在同一季里面找到这么夸张，这么就是应该不可能找四大天王，就是找了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他顶多这一届就一个，因为你要让他是延续的感觉嘛。对啊。像第一届就只有一个 F 四，第二届也只有一个 F 四，他们不会让两个 F 四放在同一届、哦。那接下来第三个 F 四吗？你期待仔仔去？哎、欸，仔仔还是仔仔跟言承旭第一届都有啊？仔仔有去第一季啊？有第一季我没有追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嗯。妈妈说，妈妈说，只能做朋友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做人都真系不能自己，日日夜夜闷闷不乐，因为冇人聊，浑浑噩噩咁样嘅生活真系冇人聊。啊，差点失言，我又忍住了。我真的觉得很佩服我自己，我自己真的很棒。我听啊，我听。我不能公开讲。你也不能讲出来，你也会失言。我觉得这个失言度有点低啊。不行，还是不能讲、啊。还是不能讲、啊。还是不行。哦，是哦，好吧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想到，因为台湾现在最红的几位哥哥们啊，都是姐夫嘛，比如说阿 K 啦，比如说具俊晔啊，对，可是这几位可能在中国市场也许没有这么的红，而且可能中国人还会觉得都是他们抢走我们徐熙媛。会这么愤慨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就是这个光头之类的，所以如果要请到这两位哥哥的话，可能可是这两个哥哥就是披荆斩棘哥哥们，不是重点，还有很重要一块是回忆吗？是回忆啊，但是放浪兄弟是回忆啊，你会唱放浪兄弟的歌，我随便你。Choo Choo Train， 来啊来啊，第二宫的时候要唱什么？哦、他们的歌都不是自己，只有一公是自己的歌，哦、后面都不是。所以你只要有一首 hit 就可以上了。哇，你这样 diss 哥哥们啊？不是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就是原来你是哦，你是这样想披荆斩棘的哥哥们、啊？我没有看披荆斩棘，我想说你不是要有很多回忆杀的歌曲进去，一直改编，然后互相的玩。比如说，就像什么我玩你的反转地球，然后你接下来又玩我的什么歌？他们只有一公的时候做这件事，后面都没有。后面都是那后面要唱什么歌？节目组选，所以我才说里面就是有500卧底嘛。他们一直给500自选曲啊。哦，对啊。可是那样哥哥们，他们中文真的要够好，不然要一直唱外文歌吗？哦，前面几公都有外文歌。哦，嗯。这个
节目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会停止做梦。电话挂了，我们还是在做。0223639955，嗨嗨，你好啊，马克你好，鱼妹你好，嗨、oh, 你好，你们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？古月照金城。古月照金城、哦？为什么啊？没有，那是我觉得这首歌蛮，听我会蛮看蛮那个呢，蛮好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这首歌蛮有感触的。那感触是什么？就是爱国吧，爱国精神。那你什么时候听这首歌的？就无意间发现的，因为哦，抖音啦、啊，我应该是玩抖音吧。这不是你的青春之歌啊，你只是抖音听到而已，哦、你在那边、哦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就是点错啦。哦，我不知道什么青春之歌哎、欸，我没有。小时候不上音乐课嘛，然后就会唱一些儿歌，或是说合唱的什么东西，合唱团的，好像没有什么青春之歌、欸。那就是没有嘛。哦。被骂了，被骂了。可是，其实主要是想跟你们说辛苦而已的、啊，辛苦了。谢谢。点不点歌其实无所谓的，主要是想跟你们说辛苦了，工作辛苦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会啦，谢谢，认识你们。谢谢，谢谢。不会。拜拜。好，哎，改天聊哦，改天聊哦。拜拜。最近呢，我把我的抖音账号找回来了，然后就开始看了一下抖音，嗯，发现抖音而且 TikTok 啦，嗯，上面很好看是不是？不好看啊，真的就是这，长江长千里，黄河水不停。江山依旧，人事已非，只剩古月照京城。多福古神仙，胜利成英雄，再送一个辉煌的汉江和唐土。太唐突了，太唐突了。因为现在 TikTok 会推给我的啊，大部分就是穿得很少的女生，女生，然后胸部都很大，嗯，然后就会跳一些舞，嗯，主要跳那些舞就是在抖动胸部，嗯，就真的是抖，嗯，然后有配音乐，哎，你不喜欢吗？抖音，但是他们音乐选都好难听哦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就是好了，接电话吧，啊，没空了。山九河山，古来共难全。看来只剩你是抖音界的一股清流啊，硬要在抖音分享一些书籍知识，就是想杀出一些重围吧。你是不是想收复一些汉江跟唐都？悠悠沧桑事，悲欢岁月尽无情。
随便 Q 就随便跳吗？哇，你刚刚真的很像獒犬哎！哈，哈，就他们都会在那边关节技，然后可能会在膝盖下面弄来弄去这样。你说 locker 啊、哦？对对对 ，locking 啊、哦？对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最后一个段落，还是送上几首青春之歌。刚刚是 Tokyo D 的《加油》。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没有好处还是我，若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甘心首先吸撇下，换了你是我，你忍得到吗？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，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。回头望伴你走，从来未曾幸福过，苦过痛，渡过火，沿途为何没爱河？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，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直接不过成年初，若勉强也分都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望。
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统统不要好过。来年岁月那么多，为继续而继续，没有好处还是我，也注定有一点苦楚。不如自己亲手割破，是你，我总怀疑，因为这原因，心情不稳定。我们之间的问题是，我不相信你，敏感有多吸引，怕你变了心，因为爱你，害怕失去你。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了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自从那天分手后，停不住泪滴，想你一个人忘记自己，让我爱你，什么都愿意。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 Baby， 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了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从此不分离，绝不放弃，我要告诉你 Baby， 真心。怎样，嘴里面含着很多吐司咬不完，还有办法说再见吗？再见。刚刚突然肚子很饿，来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啦！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新歌，来自于 Ashley 张琪爱，叫做《可不可以答应我》。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什么事？弱智的 TikTok 追欧马克追起来！我今天晚上可能又要运用卡条老师的 IG 做一些快闪二手拍了。哦，今天玛丽搬了很多的衣服，嗯，她整理了自己的家里，整理干净，嗯。要把那些垃圾丢到我家，嗯，怎么会这么过分啊？嗯，嗯，好开心哦。好，今天晚上可以锁定卡西亚叔叔的 IG， 然后玛丽要大甩卖了。甩卖到底是哪里来的名词啊？卡西亚叔叔发明的吧？甩卖，甩。
OK， 头发甩甩 OK OK， 好了，晚上见喽，拜拜。About the fact that I'm meant to be, and oh my, you made me weak, but maybe I'm just living in my fantasy.是你，请你接受我这倔强。